最新推出的充电款电热睫毛夹，它采用的是电热加夹合的方式，充电方式采用 Type-C 充电口充电，方便快捷。产品开关设计在背面，长按开机进入第一个模式，白色指示灯亮起，为低温档，50度正负5度。再短按进入低温加补光灯模式，即使在灯光昏暗的条件下也可以使用。再短按进入高温档，65度正负5度。再一次短按进入高温档加补光灯模式，四个档位可自主进行选择。30秒快速预热，硅胶条由红色变成粉色，最后变成白色，实现预热过程可视化。我们的硅胶条采用的是 L 型硅胶，夹住睫毛后，睫毛弧度跟随硅胶自然卷翘。使用方法：产品靠近睫毛，确认所有的睫毛放在夹口处，大拇指往上轻推产品，大概3到5秒左右。我们采用的是78.1度精准夹口，能精准捕捉每一根睫毛。然后轻轻松开我们的睫毛夹，如果睫毛偏硬的话，可以重复操作1到2次进行巩固。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一个无剪辑只加速的一个效果，可以看到使用之后的睫毛非常幅度自然，根根卷翘。